今日再同大家去食点心放题啊！而今日去试嘅咧，就系位于尖沙咀中港城里面嘅迎翠轩。咁咧，原本其实我系想去喺佐敦另一间都几多人介绍过嘅点心放题店，但系咧，我上网 search 嗰时发现咧，佢加价都加咗几多啊！我谂连埋加一茶钱咧。每個人都要近200元，比之前咧貴咗一半以上啊，所以咧就放棄咗，再揾過另一間。咁而呢一間咧位處嘅地方就唔算係多人去嘅地方，因為呢個中港城咧基本上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咧，呢度就變咗做一個死場。幸好咁佢都有幾間酒店喺呢度，咁都有啲酒店客同有啲街坊客帮衬下嘅。咁呢间酒楼咧，其实就开10点嘅。咁我10点零钟打去，咁就 book 咗11点。咁其实当时咧个店员都话，其实唔使 book 嘅。咁我哋都照同佢 book 咗先啦。好，准时11点钟去到。我去到嗰下咧，其实都系得我谂4-5台客嘅啫。咁个场咧，其实我估可以20-30张台都冇问题嘅。咁我哋就揀咗靠近窗边嘅一张台，咁就一张4人台，咁我哋就2个人嘅啫。咁其实佢门口咧都冇特别贴到只系有点心放题嘅，咁都系上网 search 先有。咁佢除咗呢个午市嘅点心放题之外咧，佢晚市都有点心放题嘅，不过咧就加配埋一啲定食，咁就由126元变做呢个198元啦。不过咧，佢加配嘅嘢咧都几吸引嘅，譬如有鲍鱼啦、燕窝啦、龙虾啦、烧鹅啦，其余点心咧大致相若，系多咗我立眼见咧就多几款咁啦。大家望下周围嘅环境，正常嘅中式酒楼格局啦，都冇乜特别。咁咧呢间都唔算系大规模嘅，都有少少家庭式嘅感觉。我嚟到嗰下咧，啲职工仲喺度用膳中啊！我约摸数数咧，就有46款唔同嘅点心小食。咁讲翻我呢个126元嘅点心放题先啦。食物种类咧就真系算几多嘅，除咗虾饺、烧卖每人限2粒之外咧，其余全部都冇限嘅。咁点心咧就有一般嘅虾饺、烧卖。鲜虾菜苗饺、潮州粉果、鲜竹牛肉、蒸排骨、凤爪、鲮鱼球、鱼肚鲜竹卷、家乡蒸糯米卷、煎萝卜糕、金钱肚、鲜露凤爪、皮蛋瘦肉粥、叉烧肠、布拉肠、牛肉肠。包类咧就有鸡包仔、叉烧包、烧腩卷。另外就仲有 XO 酱炒萝卜糕，不过咧我就唔知点解。这个 XO 酱炒萝卜糕和这个烧腩卷呢都可以摆落这个健康主义这一栏里面，真是很健康啊。另外呢甜品类呢就有这个马拉糕、木瓜冻、椰汁糕、姜汁糕、千层姜汁糕、桂花椰汁糕。炸嘢方面呢就有这个腐皮卷、咸水角、煎堆仔、春卷。另外就还有炒米粉、干炒牛河、叉烧菜粒炒饭、雪菜鸭丝炆米。而小食方面咧都几多噶，有油鸡、贵妃鸡、叉烧、鸡翼、鱿鱼酥、鸡软骨、烧腩仔，仲有比较少有嘅鸭舌，仲有啲小食，好似系尖椒、椒盐豆腐、木耳、鱿鱼酥、拍青瓜等等。咁食物种类方面呢，以呢个价位呢选择就真係十分之多，而且佢嘅份量都几足㗎，一阵就知啦。咁其实佢将点心纸呢都有寫点心制作需时要等大概20分钟嘅，但实际呢基本上佢都快过呢个时间嘅。我諗第一 round 我哋入咗单之后呢，10分钟内就已经有嘢食嚟啦。咁首先睇睇我哋第一 round 嗌咗啲咩啦，就嗌咗虾饺、烧卖、金钱肚、鸡包仔、烧腩卷、煎堆仔、油鸡、尖椒、鱿鱼酥、鸡软骨、
逐样睇睇啦。首先嚟嘅咧就系呢个鱿鱼酥同鸡软骨，而呢两样咧亦都系全日点心里面，我觉得最唔使叫嘅两样，麻麻地，唔够热，啲皮又比较硬，油亦都比较多，真系一般。但佢嘅份量咧就真系正常茶楼点心嘅份量，呢个咧就真系可以不是啦。跟住再嚟呢个油鸡尖椒都唔错，油鸡就正常嘅水准啦，尖椒都几好嘅。不过留意咧，呢、这个尖椒就净系得尖椒嘅啫，冇鱼肉喺度嘅。跟住再嚟一啲蒸嘅点心，金钱肚几好嘅，正常茶楼水准，几入味。虾饺 OK 嘅，虾唔算大只，但系都足料嘅。跟住呢个鸡包仔，正正常常啦，冇乜特别。烧腩卷就普普通通啦，唔够入味啊，食落冇乜味。另外咧，我有一嚿鸡冻咗咧，直头真系唔好得。个烧肉咧就好靓啦，但系咧唔知点解食落去咧唔系好够味，仲有好大嚿斧头添。睇下几丰富，跟住就再嚟叉烧肠煎堆仔。正常嘅叉烧肠几好，个肠粉几滑，亦都唔厚嘅个皮。煎堆仔就普普通通啦，唔算好特别。再嚟烧麦，烧麦正常嘅，唔算好出色，但系食得过嘅，正正常常啦。咁、那个煎堆仔咧就系啲豆沙馅。再嚟第二弯。再嗌咗呢个金钱肚同肠粉，跟住有呢个 XO 酱炒萝卜糕、桂花椰汁糕、千层姜汁糕，同埋呢个再嚟多碟嘅尖椒，再加个鸭舌同埋杂菜。鸭舌唔错嘅，几好味，而且一般酒楼就比较少食到，必试啊！跟住个再嚟第二弯嘅肠粉、尖椒同金钱肚，再嚟得第二弯当然系唔错噶啦。而呢个桂花椰汁糕咧几好嘅，不过唔知点解咧呢个得两嚿喎，味道正常嘅唔错。跟住再嚟呢个千层嘅姜汁糕，热辣辣唔错嘅，几有姜味。而呢个 XO 酱炒萝卜糕咧，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啦，嚿萝卜糕全部都系啲粉嚟嘅，冇乜其他馅料，同埋去到尾声咧食得比较饱咧，佢比较油啊，所以都唔系好食得落。金钱肚都依然不错啊。而呢个杂菜咧，普普通通啦，冇乜特别，都够味嘅。不过个外表咧又似炒菜多过似杂菜，睇下第二弯都系依然丰富嘅。咁埋单两位总共252蚊，每位咧就即系126蚊，全包噶啦，唔使再计茶钱加一，真系十分抵食啊！我哋两个人夹埋食咗接近20碟嘢啊！即是平均一碟都是10蚊松少少咋，而且整体質素都不错，蒸的点心全部都几好，炸嘢呢就相对失色啲，尤其是呢个鱿鱼酥同鸡软骨真係比较油啊，而且都唔熱嘅。咁到我哋走嗰下呢，我諗佢嘅台都係得一半到满啫。咁我哋走嗰下都已经其实12.9到㗎喇。咁我觉得呢度主打就係食蒸类嘅点心啦，小食啦，炸嘢呢除非你好喜爱，如果唔係呢试少少就好啦，多就唔好啦。同埋呢度除咗一般嘅点心之外呢，亦都有好多小食嘅选择。咁一般嘅点心放题呢就未必有啦。另外如果你真係想食得好饱嘅呢，仲有呢、这个乾炒牛河、叉烧菜粒炒饭、雪菜
鸭丝炆米可以填饱你个肚啊！咁佢呢个点心放题呢，就由10点钟去到4点钟供应嘅，咁就任食90分钟。不过其实我哋埋单嗰下咧都过咗90分钟噶啦，佢都冇特别去叫我哋走嘅。周围嘅环境都唔错嘅，台就可能因为疫情关系啦就唔密嘅，同埋我眼见咧全部都系4人台，而且我坐呢个位咧都望到啲街景。虽然就唔系好特别，都系望到对面广东道一带都唔错啊。咁呢度咧，虽然就唔系喺最热闹嘅地区，但系其实嚟呢度咧都唔麻烦嘅。你可以慢慢行下海港城，最后穿过海港城，行去呢个中港城，再入到中港城之后咧，记得要搭呢条长嘅扶手电梯上到顶，行出个平台，转个弯就到噶啦。咁大家要留意咧，呢间酒楼咧就唔喺个商场范围里面嘅，而系喺呢个建筑物嘅平台，亦都系串连几间酒店嘅地方。咁原来咧呢个平台都几多食店嘅，而且有啲露天位都几舒适嘅。咁呢间迎翠轩咧就喺呢个平台嘅一角，整体咧性价比10分不俗，非常抵食，大家有兴趣不妨去试下啦，拜拜。